弟兄姐妹好，之前我有上过播种国际事工的以斯帖记的一些课程，那在这课程里面我看到有这些多媒体的帮助，实际场地拍摄的一些影片，很精彩的这个历史背景人物的介绍，使得我们对以斯帖记有很深的一个认识。这一次我们要上这个尼希米记，可以借着这个课程可以学到像尼希米一样怎么样了解神的旨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当初尼希米那时候的处境是非常的相似。希望说借着尼希米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活出神的样式来，也能够把我们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更多的人，来一起建造神的国度。所以我非常期望这一堂课程可以带给我自己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帮助。